OK， 所以盒子里面呢 ？OK， 所以这个配件包里面。OK， 所以这个配件包里面哦，哇塞！OK， 所以这个配件包里面 ，OK， 所以这个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 ，OK， 所以这个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 USB。OK， 所以盒子 ，OK， 那这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 USB 电源供应，然后。Dimmer 是，所以这里面有两组的电源，所以这里有两组的，所以这里面有两组的电，所以这里面有两组的灯光亮度控制器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钩环吊环，看到底要钩什么东西用的。OK， 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电，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灯光亮度控制器。那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电，那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灯光配件。那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灯光亮度控制器，就是可以来调整你的亮度的。我猜，待会来看看。然后还有附给你一个。QQ 弹弹所以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亮度控制器，就是你可以调整你的灯光亮度的，应该是我们待会就直接来试试看。还有一条 Q 弹的绳子挂钩。两根金属棒棒，两根金属棒棒，两根金属棒棒。OK， 最后就是我们两根的 LED 灯，可爱的小灯。哇塞，它是内建电池的。看，这里有一个电源键。哇！最后有两根 LED 灯。那最后有两根 LED 灯条，这里有一个触控式的电源开关，就可以开关，轻松开关这两条灯棒。我觉得这瓶，最后还有两根 LED 灯棒，那我觉得它的开关，最后还有两根 LED 灯棒，那它的开关在这里，就是用触控式的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然后我们的 Magic 皮啊，这个 logo 的部分是用有点像是仿真皮的。质感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，很神奇的。然后最后，然后还有两只 LED， 然后里面还有两只 LED 灯棒，那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它的电源开关是用触控式的，就还蛮特别的。
那最后我盒子里面还有，那还有两根 LED 灯棒，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我们待会再来试试看。那这是我们的配件包里面的东西。那我们最后来开这个摄影棚的部分，小小摄影棚的部分。这里还有两根 LED 灯棒，就是这里还有两根看起来外观超漂亮的 LED 灯棒。这里还有两条的超酷炫 LED 灯棒，这里还有两条，看起来超漂亮的 LED 灯棒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开箱我们这个小小摄影棚的部分。哇塞！OK，所以这里有一张，OK，所以这里有一张说明书。完成这个小小摄影棚，怎么看起来像是什么猫咪的家之类的，或者是小狗窝之类的？看起来 完成这个小小摄影棚，怎么看起来像是猫咪的家之类的？真超像，就是一个 所以这整组的名称叫做"真无限好拍棚"。OK，所以这整，OK，所以这整组叫做"真无限好拍棚"，叫做 OK，所以这整组叫做"真无限好拍棚"。那我们就看一看它到底多好拍。OK，所以这整组的摄影棚叫做"真无限好"。OK，
可以输给这针，我可以输给这个真无线，我可以输给这个 magic， 所以这个 magic P 啊，所以这 magic P 啊，真无线好拍棚，我们看看它到底是多好拍，我们就直接来实际拍拍看吧。OK， 那这个 magic P 啊。OK， 那我们开箱完这个 Magic P 啊，真无限好拍棚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是多好拍，多好拍。